勇敢还是勇气？五月天巡回到成都场，每场都爆满，到了点歌桥段当然又是满满的垃圾话，不过粉丝手中抱的熊猫也意外成为亮点。猫熊的布偶，对对，好，现在我点到你，你可以站起来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，对对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就是你，是是是，那个是真的，那个是真的猫熊啊，那个、对吧？那是真的吧？你是真的偷来的，对吗？他醒着吗？不是，你先让他激动一下。好好好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冷静一下。所以点到你，你不开心是吗？是啊，不开心、啊。不开心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你坐下。喂。你有没有想要点五月天的什么歌曲？我想要点勇敢。我不是不是勇气嘛，是勇敢还是勇气？等一下，对啊，人家点勇敢，是勇敢吧？我刚刚耳朵有一点，你刚刚听到什么歌？我耳机好像有点怪怪，听不太清楚。没有，他要听勇敢，你不要闹哦。他要听勇敢，勇敢不是勇敢，勇敢，勇敢不是燕尾蝶。OK。勇敢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爱真的需要勇敢。哎哎、欸欸啊，我觉得你现在很勇敢呢。爱真的需要勇敢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为什么想要听《勇敢》这首歌呢？就是上一次你们来成都我也没有听到，然后这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四连产满座，我们想听到一次，而且想送给你们，送给阿信，送给五月天的每一个人，也送给15岁的我自己。掌声鼓励。勇敢在夜深里喊白面和白肌肉几块，我甚至是美好其实被关在就被拉拉塞，当情感往归去靠近感爱，灵性自闭间了解，为了一面就爱还足以勇敢，在勇敢、哦三圈。